雄独立院是全省行透透，透过发送生活物资的方式关心弱势族群。今晚来到南投县，在高雄镇市公所协助之下，要把各家爱心传送出去。独立院考虑到弱势家庭可能无钱叫家属来煮三顿，因此发放的物资，真侪是以大牛为主，希望尽力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而且进行安尼公益活动，其实希望靠着大家善念，做伙为台湾祈福，会使吃平安。啊，一二三级低收入户、第四代边缘户、儿少组、残障的、可怜的单亲家族、可怜的独居老人，都在我们的救济的范围内。那我们预计一年内做104000户的救济，全省21县市都做。为了感谢独立院的爱心，南投市公所嘛特别颁发感谢证，会使做伙来关心弱势族群，减轻因生活顶头的负担。那我们南投市列册的中低收入户大约就698户，但是因为当时在调查的时候，愿意提供个资的部分有560户，所以我们针对这个560户的部分来发放这个物资。那这部分就是为了弥补我们公务机关这个社会救助不足的部分。高雄独立院表示，伊希望今年会使举办一办至两办发放物资的活动，关心弱势族群以外，也会使吸引更多人来做爱心。记者林云信采访报道。